烦躁，烦躁，烦躁，烦躁！白小璐，你说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？啊，你就为了一个又老又调皮的大叔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就混不守舍、茶饭不思、坐卧不宁的样子啊！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往哪看啊？你还想搞创作是不是？大半生啊，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？ 兄弟，死者身份搞清楚了，你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手机破解了，我刚去营业厅查了一下，死者的名字叫包娜娜，不是本地人。就这些？他的手机里面还有一份加密文件，现在技术课还在破解，但是我从他的通话记录还有微信消息里面发现，有一个叫扣扣的人跟他关系来往密切，他们俩应该是情侣关系。扣扣？对。哦，还有，他们昨天晚上最后一次通话时间是在10:28，通话20分钟，然后包娜娜就出事了。 喂，好的，周队，老罗叫你过去一趟，找到这个扣扣。对，死心吧，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俩缘分依然尽了。可是你上次还说，虽然我们俩结婚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也不是没有注定不能走在一起。 我说了吗？办法呢，也不是没有，随缘吧。这能便宜点吗？ 会员八折，找一个铁树枝，开花的铁树枝，找到了以后放在离它最近的地方，越近越好。 你说我面相不佳，你说我面相不佳，那您说我怎么样才能佳？唯有改相，方可改命。怎么看？你说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年纪轻轻的，满脸胶原蛋白，你整什么容啊？你现在多自然，整坏了怎么办？你看没看见网上那些失败的案例啊？什么鼻子透光、下巴歪了、眼睛耷拉了？ 臭了！我看你就是魔障子。你呀，为了一个满脸写着丧字的男人，你值得吗？再说了，人周远心里怎么想的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哦，你在这鸡飞狗跳的瞎折腾，万一他到时候来一句"对不起，咱俩没可能"，你怎么办？要死要活的上吊喝农药去。你能不能别说了我啦？你从刚进来到现在，你就没说一句好听的事儿。那你瞧瞧你做的事儿啊，我怎么说顺耳的？我干什么了？我就是喜欢大叔。 我就愿意为他付出，怎么了？你是要付出吗？你叫抽风，我抽风。明琪，起码我敢为了感情一心一意、心甘情愿、飞蛾扑火、自取灭亡的付出，你敢吗？我不敢。原来姐姐不傻。嗯，就你最精明，今天琢磨那个，明天想那个，天还弄个什么表格？因为全世界男人都是超出你的水果蔬菜任你选吗？ 你是不是就觉得你对金明吃不了亏？去年你被那个香港男人怎么又骗财骗色的？忘了吧？服务员，你需要点什么？哎，买单，结账结账，这是我的付款码。买单，中文码扫不扫？ 您扫这里就可以了。土不土？还拿现金？是不是生怕别人知道你没带钱？是不是？白小璐，我要再管你的事儿。宋珠，你。